一语同路人，我们的嘉宾是林成昌牧师 Alfred。 我有 depression 之前，我是不知道黑原来可以这么黑的，但是透过那些的经历，即是自己去到一个无助 的阶段的时候，神是教我去明白什么是恩典。当你真的没有东西可以 offer 给神，你发觉神都没有忘记你。因为我真的很深信我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有神迹的。你不揭那页，你就永远不知道下一页会写什么。到今时今日，其实我都有很多的挣扎的。我能够行的时候他就跟我一起行。我能够跑的时候他跟我一起跑。我不能够再行要坐的时候他就陪我一起坐。这个我想是对我来说最深的一个感受。神认识你，神不会放弃你。你的故事神写着。诚邀请你收听 Alfred 林成昌牧师的经历。